隔着我班儿呢，赞助不也是咱马丽？对对对，说的钱，你光我们是啥？为啥说了这一说我们给我们房团返这么多？如果要是把我们的合理收益和把我们的合理收入都给我们扣掉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立身这些年交了多少税金？我资助了多少大学生？捐了多少公益是公益那个善款？你都追回来吧，那都是我们养护钱。你看，他不是情愿的，给你看看你的身，你给绿色拿，谁愿意拿呀？咱们从电视都看了吧？我给你说，赵文山在那个电视演的，行，我叫一立身给我拿30万。他不是情愿的，有的说啊，那你说就这个电视多少钱？养护钱他不心疼啊，他离卖豆腐起家，对对对，王伟友吧，就是你知道吧？王伟友进去以后，就是因为想要破产，破产这个，为啥下一步他整不出来呢？可是冰山出不来，光出来冰山一角的。让王伟友签字，王伟友说：“你把养着户的钱都绑完了，我就一定签这个字。你不给养着户钱，我不能签养着户钱。我绝食绝七天。”王慧友，我跟你说，绝对对养护他是负责任。哎，他说的，我知道你的钱。那会说啥？养护咱可都是一家人呢。对，你王慧友不在这里头，绝对他们有责任。他是好心，王慧友还信佛、啊，你知道不？他绝对没有没有说想坏咱们。就那个外国老母，那他隔壁他的名儿。外国老母。外国老母交60多万呢。是是是，给那小老婆买车买啥五那个都不值钱呢，那才几个钱。那个他我给他走的那个赚那个金毛线儿。哎呀，他别说35万，他还别说他是人家是个企业家，就是咱们能政府公务员那养个小小聘，你得养多少啊？那给得给多少钱？根本不算。那时候那是算啥？那个你我跟你说，你信这个事儿就被那个政府给误导了。你就被政府给误导了，你把矛头指错了，怀疑一点也不能拿到好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王慧友绝对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思想是，我也不知道。您思想上说，就是说人咋的呢？你得知道这个事儿到底问题在哪地儿啊？这个肿瘤病根在哪儿呢？不是在王慧友那地儿，是在政府那地儿呢。要不要在光在王慧友那地儿，早给王慧友干掉了。还能等到今天呢？就是说你整个女的，那王梦游有问题啊，要早宣判了，要早判了，早判了，要早判了。这样子，等我衣服都洗了，那么小花，本身他开会成立，哪个就是讲啥就给你搁马步上了，开会啊，对吧？啥？他们想给都是降头钱，你就没意思的，哪有没得理？我不提高了。去吧，你来干啥干啥去。那这会儿不行，我就不知道我这摸摸一转，最后不来给我们就是锦州富强的经理嘎嘎好吃饭，为啥打钱呢？咱那嘎不知道老百姓不知道破产的都不知道破产呢，我们那个经理那富强都知道，全都知道为什么内部呢？不是那个经理，这没有猫腻，不能说一点没有。不是我跟你说哈，那个你那干的，我跟你说，他就是给富那个方舟司机副经理给点钱，他也是想不是那家的，那家打钱是怎么打的啊？北汽分公司打34万，嗯，那家不是正烂，这大伙正找是吗？留一部分人在那维持秩序，哎。我就说，哎，你北京说，你北京也打30万呢？啊，30万啊，那锦州也好，也说是打30万，那30万那确凿。实际这就是干啥？这不是给那个分公司的经理的，跟那些维持秩序那帮人都分，他们分多点。分5000多块钱，那些养护经理就在那维持秩序，一年还有5000。他想维持这些员，他想员工必须得尽早分。实际他那个钱不是给这个分公司经理打的。这些人不绑咱，就是那个政府不不要返钱吗？他不能说是政府不要返，他不是说的跟办公室的那个属于平等在平等当中吗？但这些钱你要养护不开始开始闹腾吗？你不得留一部分的人，留一部分人的不点就是安抚老百姓，跟你讲你去闹腾呗，怎么跟你讲？怎么说就是说你别着急啊，还是怎么的话，你是从这儿当主的，他给这些员工呢起早贪黑，这些就是这些加班费呀、啊，和那个午餐费了，人家回不去家，人家以前员工都是外边的，就是讲好像就是外勤工作，这下跟在室内一个月半载的跟那维持秩序，早上起早就去，晚上都11、12点钟，有的员工坐那哈不走。就说那不连咱们也骂了吗？他不得行。完呢，据小道消息呢，王慧友开自己的车上咱们北京来哈，哪个大飞机还阳光污染的通？给咱们辽宁省自家为啥他停停？为啥就是在那个顶楼上，他都这么风光，这么火哈？中央人是怎么重他？怎么捂他？怎么地？那为啥给更显就是中央现在没有保他的人呢？哎呀，你说真能发表，你咋的？现在吧，你根本就没明白这个道理。你这把这东西你都好好看，现在就你还在云里雾里呢，你没明白，你知道不？就你这十年你都没整明白，是这个钱应该找谁要，你还找王梦阳？谁家互相斗？对，老百
他让你他往往有斗，他搁在这儿干什么？他现在吧，我跟你说哈，政府调理你这样的，就让你跟王永斗呢，知道不？你把这恨劲都整到王永那，政府搁那这儿坐高山观虎斗呢，其实是他惹起的事儿。咱们背后遇了些事，你不懂的，你知道不？就是那个分公司那个杨氏经理的工资都开到十二月份，这十一月份就公布破产了。那你不是你工资开到多少哈、啊？这事我，这是啊，张爸爸反映不了，因为那工资，是吧？就是打这34万，北京公司分公司打的。主要是安抚大哥，安抚，你知道不？那功夫他不把钱整出来，他钱就更没了，他还不如把这钱给这个养殖户或给那养殖技术经理，都让政府抢去了。你知道他是这么个想法？哎，那是给的什么？最主要的目的他是怎么的？把钱分给大家点，黄他没想黄，哎呀，他没不想黄。其实我就为了文件来吧，我还挺心疼，就说这。只要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是，对，是是。他你知道吗？他说呢，他的那个和那些群众代表哈，他不要眼镜和群众代表说，哎，我就和这个反正会。哎，我也不在签那点的，那里还有一句话我没写上他，他说的，找将来找个适当的机会，我包括电视媒体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清楚。还有这句话呢，知道不？人家当时就说了。当时有这句话，有这句话，我这个，啊，哎，那天就是那哪，今天就是在那个大广播里头说出，买点什么的呢？我这回把电视买了，啊，电视买了吗？他说一个人的，他买是60多万的时候，10万块钱的。10万块钱啊，十月啊，十月，阿拉汉姆签约，是一月的，17号的点，是不是公司全数大力的？作为大力是21号啊，是不是说的那个是你那帮钱老我那关长，他钱老了，他当兵了，没事啊，咱这说也别多。大学生就反腐反官的，就这么两个事儿，引起了别来个大乱。大学生头二十年前，你看看去，那胡耀邦怎么死，真是气死了。张子阳，告诉你们是爱国的，反正眼泪就8万多，给孩子们，你们都是爱国的，爱国的。这一句是前面回去看的，看远而死。胡耀邦说什么？秋实草，谁当的？那谁？窦良吧。胡耀邦，胡耀邦。胡耀邦死后的写上窦良。哪的？赵子阳。哎呀，赵子阳。胡耀邦的，不是赵子阳是接胡，胡耀邦接赵子阳的。啊，赵那胡耀邦是怎么？他是接他，他也不是接他，他俩一起上来。我和大明一起的，赵子阳、公望他俩一起的。一起上来，一起。他俩各的走，他一个总理，一个总经理。对的，不，那天不是给那个赵子阳马上去了，马上去了吗？嗯。给赵子阳马上去了，这胡耀邦的就上来了。给赵子阳先马上去的，赵子阳不是给这个徐阳讲话，不是掉人了，掉人了吗？在那就说。他说那个意思，那赵子阳死以后了，他这个事你不知道，他这个还能说就火了啊，说这是怎么的？就是父亲他是就厉害到这么的，他们当时是吧安排，等到今年呢，胡耀邦赵子阳的事就给我打中，然后那个安排好了以后，这事儿就是他说没干的事。